也很简单，就是做重货的等级分错的话，有两个好处。第一个的话，你的就是物流成本，有些类目可以突破，比如说有些比较重的，超过10斤啊、10万斤的，它就不能卖了啊，用跨境的。 有不断突破、不断创新、不断追求卓越，才能够越走越好。那么接下来即将要分享的主题就叫选品，马上用热烈掌声有请到的是沈家庄奥威特进出口有限公司，有请外贸基地江思福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，掌声有请。 没有扫码的观众，请扫码。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在那里，然后我不给你扫了，赶紧给我弄过去，反正想吃就找个地方，那个就是一样的，我这个结账呀，我们现在应该还没有全部都没结账，就是这上面所有东西都没结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 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请简单的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公司和未来的发展规划。
各位观众你好，我这边是广东首席机关啊，我姓郑，叫郑文健。然后本次参加了这个光博会的展会的话，主要是参加了玻璃切割机，还有陶瓷切割机、打孔机，还有这个胶砖板机。然后我们公司的话在广东南部镇分部这边，然后入驻的话是十六家，然后那这边的话，昨天晚上拿着一堆啊。